咱们医院那值班室，没什么区别，但是从现在开始，他就有区别了。我跟许楠也算是有个家。来来来，让我们一块儿喝一杯福酒。祝领导，白头到老，早生贵子。有来了，来了！先喝有请送礼天才。这次我们人事科送错了资料，真是多亏了陈局长给我们破例重交快审，才以至于不让我们这个项目无限期的拖后。现在啊，再加上徐总对我们这个试点项目的先期投入，更是给了我们一个意外的惊喜。是啊。徐总是要赚钱的精明商人，他看好合作医院的项目，现在友情价的提供仪器给本部试点项目。徐总，这可是给您的产品做广告的好机会啊！哎呦，陈局长，您可不能这么说。说实话，您二位给的这个友情价可真是低得有点狠，尤其是现在合作医院的审批还不知道能不能通过。基于这一点呢，我觉得我们公司是在给祖国的医疗行业做贡献。林院长，您可是比所有的奸商都更难缠啊。您可别这么说，我这辈子也做不了一个商人。准确的说，应该说是徐总完全对我们这个试点项目的通过有着十足的信心和把握，才甘心做这个慈善，是不是？对，我是非常有信心，但是我这个信心完全来源于您。多谢。总之呢，咱们这个项目能够得以通过，一是少不了局里领导的支持，其次就是少不了我们合作伙伴之间的彼此信任。来，咱们大家举杯，再干一个。好，来，干杯。他现在是肚子疼，已经四天没上过厕所了。我这是出差回来我才知道的。大夫，无论什么情况下，一定要保住咱们的孩子。廖主任，啊，廖大夫，来，不着急，不着急，你带我去西安了一趟。宝贝儿不害怕啊，我们先去 B 超室看看宝宝情况怎么样，好不好？好，好，不着急啊。哟，挺好的，你看看，你们的孩子挺好的。哎哎，这是孩子的心脏。哦哦，这是脊柱，你看，那手脚都还在动呢。哎，廖大夫，现在能看出男女来吗？能看出来，也不能告诉你啊。哎，李大夫，我来给他做个检查。肖老师，他孩子不错，但是我觉得现在剖腹产的话倒也是可以，如果他能够坚持到37周就更稳妥一些。孕妇不能照 X 光片，仅凭 B 超呢，我们很难确定是否梗阻和梗阻的程度。我根据他的病史给他做了检查，腹部减压可以缓解他的休克症状。我只是说如果他真的不存在严重的肠坏死，我们可以保一保试试。其实她现在怀孕是37周，37周是刚刚达到了我们医疗上足月的标准，是不是？其实，对于那些早产儿，她会或多或少的出现很多很多的健康问题，将来护理起来是很困难的。我倒是有个建议，在保证她母亲安全的情况下，能保多久就是多久，一个月、几个星期、几天都是好的。你们看呢？我们尽力。孩子病危的2天2夜里，林大夫是陪他时间最长的人。